去美国那个华人的海岛其实蛮好看的。这个是四分之一圆，那这个我有稍微考虑一下，然后这一次我特别把它画成五十分之一的，这个会比较好看。然后一个房子大概是到水泡日下照天相见深渊放下人心深大乱才看得见去家楼，好，去家楼，家的喝，去家楼。
2023年台湾法轮大法弟子牌子活动现在开始进场，我们请台大万智福8队同时进场。